精彩2017公视九月闪亮登场。我觉得这不是单一个案哎，这真的很有可能是一连串的恐怖攻击。全台首部系列医疗剧2017重磅回归，开拓医疗剧新视野，《麻醉风暴》第二季。引导儿童学习思辨，寻求更多的可能性。三只熊互相激荡出不同的思维，熊星人与地球人，狗与狼的基因相似度竟高达98.8%，毫无保留的犬科动物介绍，都在《生态犬记录》，神奇的犬科家族，全新内容九月开跑，跟着水果奶奶聊聊大小事，更多新鲜有趣的故事都在《水果冰淇淋》全新一季。九月锁定公视就有好事。